2006年5月27号，天后王菲为李亚鹏诞下一名天生患有唇腭裂的女儿李嫣。随后，王菲夫妇便以女儿的名义设立天然咽拭基金，以帮助更多同样遭遇的小朋友。2013年5月27号是李嫣7岁生日，基金会首度在香港举行慈善晚宴，刘嘉玲等一众好友纷纷出席捧场。小寿星李嫣特别为晚会画了一幅熊猫画，用于慈善拍卖。当晚首度播放李嫣当年接受唇腭裂的手术过程，照片中李亚鹏与王菲手抱爱女，满是怜爱的看着，甚是温馨。而如今小李嫣的唇腭裂已经完全治愈，不仅出落得亭亭玉立，还画得一手好画，有如此完美的家庭，难怪天后王菲一天到晚在微博上卖萌啦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